的笔墨庄，没有挪过地方。戴斌，字月轩，出生在湖笔的故乡浙江湖州善脸镇。毛笔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中国文房四宝，文房四宝笔居首位，湖笔又为笔中之冠，故乡的特产，助他安身立命。出师之后，戴斌就以自己的名字开了这家笔庄，原料还从湖州进，他亲手制作。戴月轩靠着一支笔撑过了风雨沧桑100年，秘诀都在这制笔的讲究里。毛笔啊，有兼其原件之四德。这个四德呢，所谓的这个兼呢，就是这个笔锋啊，收起锋呢像锥子一样尖锐。其这种其呢，不是像剪刀剪过这么其，是毛锋自然拼出来的虚其，虚和实之间的那么一个其度。圆呢，我们讲究的呢是笔斗要圆，笔肚也要圆，笔尖也要圆。这个尖圆呢，是我们通过这种使用的时候始终保持聚锋。健，我们所谓的这个健呢，是健康的健，保证在一支笔里边所有的毛都是健康的、健全的、劲挺的，这就是笔的四德：兼、其、圆、健。上世纪20-30年代，戴月轩与齐白石、张伯驹等书画名家交往密切，为他们提供得心应手的毛笔。每一支戴月轩的毛笔，从选料到成品，都要经过他的严格把关。由于原料和用法的不同，毛笔分为洋毫、紫毫、狼毫、尖毫四大类。毫，指细而尖锐的毛；紫毫，指兔毛；狼毫，指黄鼠狼毛；羊毫，指羊毛；尖毫，则指兔毛和羊毛，或者黄鼠狼毛和羊毛混合。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云：“千万毛中剪一毫。”从杂乱无章的毛料，变成一支做工精美的毛笔，挑毛是第一步。这批货咱们采购的都是大兴安岭地区的苇，你看看怎么样质量？因为今年这个狼苇比较稀少。陈培新，戴月轩总经理，已经在此工作了30多年，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他每个季度都前往东北采购。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黄鼠狼狼苇最适合做狼毫，仅苇尖可供制笔，而具有锋影的却不到1钱。所谓影，指笔尖上那段透亮的部分。每一根具有锋影的毛，都是从无数粗细、长短、软硬、曲直、扁圆不同的毛中精选出来。这支笔的生命力全是在毛的影毫上面，就是这个影没了，这支笔就废掉了。新中国成立后，毛笔依旧是大多数国人最直接的书写工具。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都喜欢用戴月轩的毛笔。我们这个老的一辈师傅讲啊，我们每个月啊要跟毛主席送将近20本的笔，他的用笔的要求啊也非常高，要求啊回锋快，书写比较流畅。那么就是狼毫笔，我们算了一支狼毫笔呢，大概写8000到10000个字左右。那么毛主席
一天多的时间就要用废一支笔。每一支带有旋的红笔都经过严格的70多道工序，才会最终抵达案头。其中水盆工序又称作为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在湖笔制作上是最复杂也最关键的工序之一。由于毫料不同，需要在水盆中将已脱脂的毫料用脚梳反复梳洗，然后进一步整理分类。王后显正在做的是水盆工序中的拨锋，要将扁圆、曲直、长短、粗细、没有锋影的毛料一一挑出，这也是最考验眼力的工序之一。我们这是一个初选，把这种毛挑出来之后呢，能保证在书写作业下这个笔不开叉不滋毛。其实我们每天啊都要成筐成筐的往外扔这废毛，做一支优秀的笔啊必须要有优秀的毛，即使再贵的毛我们也要认真啊，丝毫不敢含糊，不是说我们去拿刺毛来糊弄你。随着时代变化，毛笔从普通的书写交流工具变得更加个人化，王后显也经常接到一些特殊的订单。王师傅，哎，这先生想送你支毛笔。有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带着这个笔呢，出去啊，在外边参加一些活动啊，写字。我们传统的方式往往要准备墨汁儿啊、砚台啊、簪子、笔帘之类的东西，看看有没有什么便捷的方式，便于外出写毛笔字。他这个个性化啊，包括他一些用笔习惯啊，都会包含到在一支笔里边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师傅，刚才您和顾客交流的时候，我也有听到，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把这支毛笔设计成钢笔的原理？所以我想到了这个一次性针管，您看，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到里边呢？如果说是用它储存墨的话，那现在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笔头它怎么会跟这个针管连接，这是一个难题。郭双双37岁，心思缜密，手特别巧。因为我从小喜欢手工，一些布艺的包包啊，然后别人认为一些没用的东西我都会收藏起来，然后组成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包括买的衣服我也是会自己改到自己喜欢为止。这次的特殊订单在设计上融入钢笔的设计理念，除了笔头上有讲究，内在也有大不同。是一个钢笔芯的设计，如何让笔芯中的墨通过胶接头流达笔头，这是一次全新的设计。处理这支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想到了用无芯笔的方式。这种无芯笔呢，我们用主管啊填充了硬物，然后去捆扎这支笔。结果呢，等我们把这个硬物取出的时候呢，就这个笔头就整个就散了。那么对这个呢，就是失败了。后来呢，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平时粘笔的一个习惯，就是用胶注的方式啊，把整个笔头啊进行一个浇注，成为一个整体，然后用在笔头的后方打孔，这样呢使墨液通过这个孔可以流到笔端，啊，这样呢对于我们处理这种呢，也是对我们现代制笔来说呢，也是一种突破。加了一个笔帽。这样一支笔就算完成了。终于拿到这支笔了，试试。哎，出锋还挺好的，入纸也没问题，写上去还挺具锋的，就是它笔锋与笔锋之间啊，那种粘连感特别好，而不是说一写下去以后呢就散就开叉。
而且这个整个书写的感觉也比较流畅。你看看，它里边是钢笔的设计，就是灌上墨汁了以后，就可以这样一直写下去。待得世间欲，月下仍苦吟。轩窗随路远，美在耕耘勤。藏头待月轩美。待月轩，人已经没有，待月轩店还在，待月轩的讲究也还在。因为有制笔的良匠，更有喜欢传统书画的人，他的种种讲究，也许就是为了这些人，为一种书写的命运而传承。在北京什刹海前海与后海连接处，有一座形似银元定宝的石桥，名为银定桥。在晴朗的傍晚，立于桥上远眺西山，峰峦叠翠，层林尽染。驰名京城的老字号烤肉季就位于这座桥的东侧，迄今已有170年。马帅是烤肉季的厨师，每天清晨他都会从北京大兴的家里坐90分钟的地铁赶到烤肉季上班。2018年，马帅34岁，他已经在烤肉季工作了14年。现在的后海的变化很大，然后很多的酒吧都已经关了，相对来说客流量比原来少了很多，但是每天呢还都会有那些老顾客来到店门口排队买这些熟食和酱货。经常把马寿不是每天都有是吗？是就有吗？是吧？就五个点啊。1848年，临近端午节，季德彩从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出发，乘船沿通惠河来到什刹海银定桥畔。他从船上搬下沉重铁条编成的烤肉炙子，支起了石摊儿，起火烤肉。这种带着满族和蒙古族特色的烤肉吃法，唤醒了人们记忆深处金戈铁马和草原大漠的味道，时刻络绎不绝。由于铁条太过沉重，季德彩只能端午节前通过运河乘船而来，等到重阳节之后再乘船回去。晚上则找一处鸡毛小店落脚休息。附近的老顾客们都亲切地称老实诚恳的季德彩为季傻子，把他的食摊称为烤肉季。每天早上甚至早的时候8、9点钟就会有客人来占座，二楼靠窗的风景还是很不错。北京西城往事一书中曾经记载，咸丰年间附近恭王府、摄政王府和一些八旗子弟经常到什刹海游玩，也经常吃季傻子的烤肉，虽非羁旅招商店，却是藏龙卧虎堂，说的就是那些白天走街串巷做生意，晚上蜗居在鸡毛小店处的摊贩们。1927年，后海北岸上的烤肉摊儿终于变成了烤肉铺，按照食客们送的绰号立了字号为烤肉季，一传至今。我的师傅是叫甄德禄，是咱们烤肉季的第7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傅对这个烤肉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肉不能经常翻动，不该翻肉的时候，如果翻了的话，它就会用那个筷子敲你的手。因为本来我们烤肉间的温度就非常高，烤肉的时候离炙得更近的时候，那个表面温度更高，然后大概得在将近50度左右，所以呢，那学徒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热，反正把肉倒上面了糊不了，然后就想跑到外边去躲一下，那这时候师傅就会教训一顿，然后救回来。烤肉的每一道工序，包括器具，都有严格的讲究。炙子是用3×3的钢条编成，似有似无的缝隙里保留了果木燃烧的香气。筷子则选用传统的6道木，这种生长于多石山坡的灌木植物，其杆无心有节，每节自成纹路，竖行均为6道，木质坚韧，木面光滑细腻，且不易折。烤肉的筷子叫6道木，基本上买不到，现在现有的还是我进店之前，原来我师傅那时候进了一批的筷子，一直用到现在。烤肉还是延续传统，用果木烧这个炙子，店里花了很大的这个成本来做这一套的这个油烟的净化设备，让烤肉里还能保留这个果木的香气。食肉亦有姿势，一足立地，一足具小木器，持柱撩肉，旁列九尊，且炙且淡且饮。民国《旧经所记》里描述了当时食客围炉烤肉的场景，豪气爽利，是为五吃。据说“五吃”二字，就是烤肉季的常客梅兰芳先生所取。名人雅士也爱这有几分野趣的吃法。马师傅，22的烤肉好了吗？好嘞，好嘞，起火，这就是，得嘞，你看好嘞。羊肉手切是烤肉季保持多年的传统，但随着近年来食客的激增，手切羊肉的供应面临着巨大压力。在坚守与妥协之间，马帅也有无奈。上午半天的一盘你其实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保证每一盘烤肉现在都用手工切制，如果机器切对肉的温度破坏非常大，手工切制的口感比机器切出来的肉烤出来的口感要好很多。2008年之前每天的烤肉量大概在100多盘200盘左右，但是2008年以后量上来了，所以每天大概在300斤左右，稍微忙一点就是每天600斤的量，人工是切不出来的。2018年是烤肉季创建170周年，经理鲁建伟计划在端午节当天举行店庆活动。经理，我想那个咱们170周年那个当天恢复咱们原来的这个手切的这个技艺，每份烤肉然后都是咱们手切的这个羊肉，不再用这个机器切。行吗？没那么多人，供应量能不能达到？我这边有2个人，然后再找老师傅再给指导指导，帮个忙。那个是全店供应，咱们要是说这个真正这个点要说出去了，那咱就得照着这么办，老字号就得有诚信。行，好吧，好的。烤肉组能在纪念日当天参与切肉的只有3位师傅，每人每天的切肉量最多80斤，距离烤肉季高峰时段300至350斤的消耗量，马帅至少还缺2位切肉师傅。不是，我得找你商量点事儿，到时候可能跟你再接一天人。行，没问题，有人，没问题，提前说。手切羊肉有独特的用刃技巧，炒菜组的厨师虽然刀工熟练，但离马帅的要求还有差距。想要完成纪念日全天供应手切羊肉的任务，马帅只能去请老师傅帮忙了。那手工切肉，那个选肉必须得细了就行，要不我就先给他们选出来。那里边的筋了什么的，云皮一点都不能带。这个糙一点，你切不动啊，这刀，到时候你给看着点，行吧？那就先忙了。
咱们切肉，烤肉切肉用的是藤刀，它刀身比较薄，而且刃呢比较长。咱们的肉呢，并不是完全动过，是麻动。这种刀的技巧就是切的时候手腕要用力，胳膊不能跟着太用力。3到5公分这个宽度，长是8到10公分左右这个长，薄厚的，还有举起来点子，透亮。那阵老师傅说嘛，说这肉切完了，啪往这报纸上一摔，能看见报纸上那字儿。厦门多吗？我说今儿可能考试，孩子们，就因为太热，喝水太少，啥嘛就容易这样。今天怎么又那么晚呀？嗨，今天忙呗。嗓子又怎么了？上火。天天告诉你多喝点水，天气热。忙起来就没时间喝了。哎、没时间也得喝点水呀、啊。这得保证。闻讯赶来的食客们排起了长队，等待品尝马帅他们特意还原的这一份讲究。端午过后，烤肉季恢复了手切羊肉的限量供应。天空变得高远，有雁阵南飞，银锭桥上看到的西山似乎也变得清晰。菊花开，重阳至，天已凉，季德采又得把稚子搬回船上，他要沿着来路乘船回通州去了。他想到过吗？烤肉季会叫响到了今天，仍然是在170年前的同一地点。Thank you.